现在开始来特训吧。嗯。马丘贝尔金卡贝索尔在一开始先不用管脚踏板，抓好方向舵，让自己不要跌倒了，骑到下面去就可以了。哪有人这样的？平常看人家教，不都是在公园里面慢慢推，然后慢慢学这个样子吗？你太天真了。其实骑脚踏车最需要的呢，就是平衡感跟勇气而已。了了吧？嗯，走吧。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上来吧，快啊！好了，我们一起回家去吧。好啊，就这么办吧。啊，我的肚子好饿哦。